好，我们今天做的主题采访是给你多少钱你能放弃你的爱情。我想问您个问题，可以吗？不好意思。啊，就是给您多少钱您能放弃您的爱情？多少钱都不能。给你们多少钱你们可以放弃你们的爱情？给你多少钱？给多少钱都不能。我也是，给多少钱，给多少钱都不能。多少钱你们可以放弃你们的爱情？好，谢谢啊。给你们多少钱你们可以放弃你们的爱情？不，就是给多少钱能放弃我的爱情？对，给多少钱也放弃不了。应该任何都不行吧。啊，你好，问您一个问题，给您多少钱你可以放弃你的爱情？我的爱情，这样吧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啊，时间很长吗？不长。我是小刚，我从海上来，我一直梦想在大城市里混一混，可他们说城市套路深，我不信。哎，哥们儿，找活啊？嗯。想干什么活啊？我也不知道我能干啥。我有一个门路，能上工厂上班，一个月3500的，要加班拿到满勤奖，能拿到5000多块钱的。那么多啊？嗯，只要你想干，肯定能得到那份钱。行。行，你跟我走，咱上公司去看看去啊。好哥。哥们儿，有一个问题啊，你去工厂干活有一个押金啊，押金得3000块钱，你得交3000块钱押金上厂里啊。交那么多钱啊？对啊，咱这厂是正规厂，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能马虎啊，对厂也是一个保护啊，因为他给你提供服装、安全帽各种的东西，还给你提供住宿，所以说你得交3000块钱押金。行，哥，我找一找。哥，还有，够3000吗？你这是从哪来掏出来的？够了，我数完给你。因为上班那个地方工厂就在里面，你下去吧，下去从那边直走就到了。你到传达室找那个老头，你告诉他你来面试，他就带你去那个人事部了。走吧。哦，好。
喂，110吗？我被人骗了。第一次踏上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吃亏上当在所难免。我想，还是好人多吧。喂，过来。坐会儿。啥事啊？没事儿，喝酒。我问了，你不会喝酒，男人哪有不会喝酒的？喝点。来。你吃什么呀？面什么味儿？我能尝尝。嗯，是这味儿。你请我吃面，我请你喝酒。老子拼死拼活，我想想都是为了女人，你说值不值得？是真爱就值呗。真爱？什么是真爱？真爱就是 你喜欢他，他喜欢你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世界都是虚情假意，女人都是骗子。不是，我还是比较相信两情相悦的那种。小兄弟也是性情中人呐，来，干了。哎，你好哥，星星哥，哎，你好哥，星星。嗯，那这边消费是142，这单子你抽一下。哎，我手机呢？找找哥，哎，慢慢开一下。虽然丢了手机，但是我总觉得他说的也有点道理。同住在小旅馆的那个男孩叫小雨，混得比我惨。穷人都有着心照不宣的活法。
你干啥呢？没干嘛呀。要不你先进。你进。为什么？你长得更像鸭子呀。有吗？咱们扔硬币吧，也行，找找吧。我没有钱了，穷成这样了，有什么办法？走吧。你们俩是一起的。不，哦，是一起的，我们住一起。我们这里很正规的，给客人提供全套微信的服务。不过，当然上岗之前也会对你们做一些简单的培训。身体没有毛病吗？那你们这儿收工作费吗？300块。我的钱都让黑中介骗光了，我没钱了。黑中介。说谁黑中介？300块钱又不多，那你呢？我也没有了。怎么混的？那你留下来试一试。那姐，我们一会儿能有多少钱？有几千的，几万的。啊？啊什么啊？嫌多还是嫌少啊？我们这儿上千上万的客户很多，你别老土了。我占他们便宜，然后他们还给我钱。谁占谁便宜还不一定呢。你要是行的话，就到后面准备一下。好。新来的小嫩嫩，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下，尝尝鲜？还是大学生呢。恐怕他享受不了老娘的轻浮。来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这是咱家一个老客户，人非常好。我让你给我倒酒了吗？小坏东西。他们让我伺候你。还敢顶嘴？姐，你怎么还打人呢？怎么打的呢？跟你逗着玩呢。你还当真呢，小男子汉。来，姐不会亏待你。姐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给脸不要脸，滚！滚！滚！回来，把钱拿回。第一次赚钱，也不管这钱是怎么赚的，反正忽然底气就足了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老板说我不能在这儿住了。那你就随便找个家呗，这附近那么多店呢。可是我没钱了。这，那我帮不了你。帮不了你。走吧，逗你玩呢，吃饭，请吃饭，我有钱，走走走走，请吃饭。店卖太惨了，啥都不行了，怎么行吧？我怎么感觉有点对不住你？
别磨叽，快吃吧。没多久，我就适应了这个花花世界，有时候还主动钓鱼。这个节我好像没见过。他不是咱家的常客，有时候陪朋友来逢场作戏，有时候是朋友陪他来寻开心。你看他漂亮吗？漂亮。有人说他孩子二十多，他人很好，跟其他客户不一样。姐一个人想啥呢？没有，一个人闲得慌。我还这不是来陪你解闷了吗？你这算搭讪吗？算也不算吧。哎，人老了讨人嫌啊。姐啊，你就比我大几岁，不至于倚老卖老吧？油嘴滑舌的，女人的心思都是不是都被你看透了？来这儿的都是姐，就你最漂亮。算了吧，年轻和美貌早就离我远去了。不过你这么说，我还是很开心。让姐开心是我的最高目标。真的吗？走吧，姐，我送你回去。不过有时候也会出点小意外，毕竟富婆的老公都是不好惹的有钱人。你擦的什么牌子香水啊？挺香的。我们不允许擦香水。那你今天晚上什么时候下班啊？我今天加班。加班？有事吗？加完班晚上我来找你。有事吗？没事，就想找你吃饭、聊天、谈恋爱呗。这三样我都不会。没事，我教你，我会呀。那你等着吧。那个小诊所的小护士不是很漂亮，但是感觉很对眼，就是喜欢她身上那种乡土味儿。哎，下课了。啊，几点了？走，第一课吃饭去。他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，他单纯的有点傻，对我没有恶感，似乎还有点喜欢我。吃点什么？看你。那我进去随便买点哈。你家哪的呀？我家长海的呀。我家普兰店的。你普兰店那个农村的还是城市的？当然农村的呀，你不也是农村的吗？我们家从来就不种地，我们家打鱼的。你学什么的？我中专学护士的。护士，挺好。那个，怎么了？护士也能治疗你的病？我经常我看护士的片儿。我最近啊想去拍一个写真。那你叫他们轻点批，要是我到时候我认不出你来怎么办呢？得了吧，必须得修。
我父母想给我找个对象，如果不修得好看点都嫁不出去的。没事，有我呢，我包底儿。想得美。五彩城很快就被我们玩遍了，小旅馆就成了我们约会的地方。媳妇儿，看会电视。不看，我还不够你看的呀。够我，你够我看的。谁呀？我姐。哎，姐。哦，昨天那伙人太猛了，得亏我这身板硬，要不我就交代在那儿了。我倒没什么事儿，你没事吧？我回家避避风头啊，没事儿，挺好。嗯，好，好，哎，再见。那个姐是干什么的呀？她就那么叫的，她不是我亲姐，做生意的。那个姐是不是喜欢你？干嘛半夜老给你打电话呀？没，她那个，她昨天晚上喝多了，然后我送她回家。她丈夫好像对我有点误会了。所以你就上诊所了呗？对呀，要不然我怎么遇到你啊？那你不怕我再给你下药啊？我都已经被你药着了。那你明天还得上人家家好好解释解释，别影响人家夫妻感情。嗯，我知道了。不过吧，他们两个人好像也没什么。我家里给我介绍对象，我一点都不喜欢。我不喜欢农村。你不喜欢拍什么写真呢？我妈老了，我爸病了也干不了农活，我想着帮帮家里。放心吧，有我呢。你现在干什么呢？我服务员。那咱俩挣的差不多呀，万一我还能帮上你呢。你挣多少啊？我一个月挣1500，刨去房租我还剩800多呢。那你挣的少啊，我一天就能挣1500。吹吧，你怎么不去做鸭子呀？那鸭子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。总之，那个姐姐，你还是少来往吧。为了她，你伤成这样，不值得。小敏呀，最近忙什么呢？没忙什么呀。刚才来一个警察，说他们最近的扫黄啊，这个嫖客手机上有你的电话号码，你看这个号码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啊，不知道。莫名其妙的，他被解雇了。可是，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。
我却必须做一个龌龊的决定。你有心事啊，可以跟姐说。没事。我和老公办手续了，本来以为会很伤心，就没有一点感觉。对不起，他是不是误会我们了？那你没关系，其实我们早就没什么，就是为了孩子。现在孩子大了，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，我们也就都释然了。还是给彼此自由更好。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总比死缠烂打的要好吧。人有时候要走错路，回头重走应该是最佳方案。我不懂。但愿你永远不懂。爱情最后都会是这样。不一定吧，主要是没遇到对的人。什么是对的人？两情相悦吧。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说过。什么朋友？没什么，早都不联系了。跟姐一起重新开始啊，敢不敢？行。我主要是看你人可靠，不能再会所再混了。等我教你怎么做生意啊。行啊，反正那地方我也早就不想待了。我很看重这个小店儿，我觉得这是我出人头地的第一步。等我成功了，谁也不能束缚我。可是现在，就这样吧。
姐再买个大的好不好？好啊。店里有客人，我先去忙了，你坐。等等，别急，先坐下。你相信爱情吗？相信啊。那你把那杯咖啡倒在下水道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信。好。我像是他的孩子，或者他的宠物。他很爱我，但是我总觉得这种爱是一种长辈的宠爱。这边是书房，喜欢他吗？需要我再把钥匙给你。我就像一个二流演员走进一个陌生的舞台，那扇门我永远都打不开。打不开了这个门。怎么了？门都开不开了？没事。我教你开门吧。这样，往这边拧，啊、嗯。记得啦。记得。好。今天在家吃还是在外面吃？在家里吃吧。现在找个可靠的人真不容易。我帮你啊。啊，那怎么行？没事，有我。走吧。对了，你家那么好，你不待着，你出来混什么？年轻人现在都出来混。再说了，海上现在都被人承包了，我又不愿意出海，那活太累，干不了。嗯。我觉得你能混出个样。那是，不成功变成人，混不好我就不回去。有那么严重吗？那当然了，农村人你不知道，经不起那人。Thank you.
但我不去了。行，那你等着我吧。截然不同的生活轨迹，穷孩子搭上一辆有钱人的车，却不能掌控车的方向，感觉身边的风景一点点远离真实的自己。当他们是长辈，没事没事，你们玩吧，没事。喂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别生气。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知道来找我，我是你什么人呢？我最喜欢的只有你。你和你那个姐在一起的时候也想我吗？想。恶心。我和别的男生在一起的时候也想你。不会的，我相信你。我只不过想以后有钱了再带你走。去哪里？不知道啊，哪里好就去哪里。我反正不想回农村。不管你人在哪里，记得有我爱过你，在美丽的房间留下永久的空隙。你叫我什么？那一刻爱上脾气，控制不想你，却我们能不能别再分开了？我们的过去忘记。我发誓我一定不会再离开你。你要再离开我，我就不理你了。我保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不要胖。相信我，你一定要等我。等我有钱了之后，我们回去买一套大房子，干点小买卖。钱有那么重要吗？我还是喜欢咱俩不分开。没有钱，生活都成问题。我还是喜欢原来的你，那个时候咱们都有趣啊。没有钱，一切都不会有意思。我帮你租一套大一点的房子，你等着我。
错的选择，最后让自己别无选择。网上说的方法会不会好用？结果是我希望的，也是我不希望的。没事就行，你没事就行。哎，我吓死了，我以后不想再开车了，这个车以后给你开吧。嗯，也行，最近店里生意挺好的，我也正好用得上车，我寻思是不是把店儿盘下来，做长久点儿，我觉得这个店儿兴许以后还能升值呢。哎呀，你做梦吧。这个地方升值啊，十年前还行，现在完蛋了。你想要哪个店，直接把他们撵走。这不好吧，咱不能干那缺德事儿啊。什么是缺德？做生意赚钱，哪有那么多讲究？你还小不懂。我小吗？不小。最近忙吗？无聊。你说咱们以后有钱了，会不会更无聊？不知道。我过够了这种生活。咱们命不好，天生就该受这份罪。我觉得是人小心大。凭什么别人能有的我们就不能有？别人有的我不羡慕。我一会儿要去直播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什么时候玩上直播了？你不陪我，我总得找人陪我呀。我忙，你有事儿就找小雨吧。城市的夜里，车水马龙，人人都有自己的方向。我只想再死一会儿，或许真的死了也好，让风沙掩埋了我的罪恶。那个袭击者，你其实让我更好受些。到处乱跑，打电话也不接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等一等，我缓一缓。小刚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过段时间我就去国外了，我儿子那边搞得一塌糊涂，需要照顾。没事儿，你去吧。对了，那个车我处理了，总觉得它不吉利。反正你没事儿了就好。
等我走了，自己照顾自己啊。不管怎么说，都谢谢你。那你自己好好休息，我走了。62床，这是你的账单，明天让家属把费用续一下啊。又见面了。刚一哥，行了。我记得我们喝过一次酒吧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。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，相信我，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。还你，给你了，早换新的了。我借用一下而已。我还记得你上次说过的话，都是醉话。醉话，可能才是真话吧。我还是喜欢你兄弟。哎，来，干一个。
没事儿老往这儿跑什么呀？晚上想你，就出来溜达溜达。你店里怎么样啊？你的伤口好些了吗？你别这样，怎么喝个酒开始闹事，变得婆婆妈妈的了呢？你说我是不是错了？我想好了，咱们明天就走。去哪？去想去的城市。我饿了。好，我给你买点吃的去。和我还是要谢谢你啊，钱是买不到真正的爱情，我信了。抱歉啊，打扰了你们的生活。钱虽不多，还是祝你们幸福。谁也不能回到过去，重新开始。选择对于人们来说，往往是别无选择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但却像刚刚开始。金钱与爱情的游戏，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上演着。是选我，我是其中最爱你的，付出的感情最多。忽然说你不爱我，整个天都变暗了。你说我们并不适合，怎么觉得你比我更不舍得？如果你
你说我们并不适合，怎么觉得你比我更不